明亮宽敞的大空间附带一个小阳台，厕所才干湿分离，能活动的空间也是相当大。这样一间10坪的套房租金竟然只要3000元。这是哪一家公司啊？福利这么好，我也想去啊。他是老板自己有一个透天的房间，然后是套房，那价位大概在6000。提供优惠住房的公司是位在新竹湖口的兆普电池工厂，是来自新加坡的外商公司。po 文的是在新竹打拼的租屋族，他在 D 卡表示自己租一间5坪小套房就要6000元，但朋友的员工宿舍不但环境良好，价钱甚至不到行情价的一半。还有网友透露，这间公司还会补助没有住宿舍的员工1500元，住宿福利让人称羡，因为明显低于行情价。大概一般分租的套房啊，大概里面大概都是5坪到6坪、7坪上下左右。那你到10坪的这样子，真的比较少啦。你在湖口的地区啊，哦，以这样的租金行情哦，大概都在8000块上下左右啦。资方考量公司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，提供宿舍还有优惠房租，让员工不用在租的方面伤脑筋，也让雇主形象大大加分。新闻刘库鲁张志远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